陈清的太太，哦，他家陈清又很有钱的，他家有十几辆汽车哦，当时哦，不得了，在1945年之前，那另外就是说，那佣女都是十几个哈，一个孩子就一个女佣看哈，好几个的，哦，好几个，他自己都不用煮饭，也不用带孩子，那忽然间丈夫死掉怎么办呢？孩子都在自己带，没有钱了，而且他的钱又被华南银行牵上去了，啊，没有钱了，那，啊，怎么办呢？就完全他自己带，哦，那种遭遇啊，实在是令人痛心的，啊，不过还是很典雅的。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99岁了，还会作诗，还作诗，真的会作诗，作诗啊，会作，因为他受很大的高等教育，到日本去留学，他作诗，啊，所以像这种人，突然间改变了，很严重了，很严重。像我们很有名阮冕书也一样，阮朝日啊，他在世的时候家里好几辆汽车啊，这阮冕书说的啊，啊，他自己哦，他母亲非常。非常的雍容华贵，他自己也很雍容华贵嘛，看得出来他家世很好。他父亲一死掉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他家庭变了。但是这个阮冕书比较杰出，就变了。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父亲在的时候可以栽培子女嘛，父亲不在不能栽培子女啊，怎么办呢？那像这样的话，我深深感触到，其实死的人啊，当然令人悲痛的。活的人呢，生不如死啊，更艰难啊，这样全部都要女性来承担的。当时都男性死掉了，所以女性从这女性角度来看228事件，要从女性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以及国民党屠杀台湾人的惨痛的情况呢，更能令人感动，这种感觉。那另外一个说语言问题啊，书写问题，我个人是非常强调的。我懂侬懂葫芦为豆嘛哈，哦，我本来我感觉我讲个袂歹的哈，啊，所以无啥物讲我讲是对方听无，是对方讲我听无。啊，想当然理解这啊台语或葫芦话哦，这种微妙所在。啊，我足坚持的讲写的时候啊，汉字写嘛，咱这样无可能汉头写嘛。啊，用汉字写到有可能给大家看，但是要保持一种葫芦的里底，诶，迄个上重要所在。在我们口述历史访问的时候，一定有关键性的他讲的话，或关键性的他要陈述什么，那样的语气、那样的心情一定要留下来。啊，这样的话才有办法让人去理解说他当时讲些什么。啊，不然如果重新写过文章。用我自己的笔来写文章，啊，就不是他的话，啊，也不能感动别人，而且别人还认为我很篡改他原意嘛，啊，所以在这之间应该怎么拿捏，可能是需要常常去反省，去检讨。我大概是这样的啊，未必很好了，不过我是很坚持这一点，因为不这样的话没有办法传播，哎，不传下他当时说的心情。哎，大家好哈！像教授，我想要请教你，因为我感觉其实二二八的代志，其实是全台湾人的痛。我感觉其实不只是二二八家属尔。好，等我知影讲二二八这个代志以后呢，其实我感觉这是咱全国人民的损失。好，像头先你有提起着讲。咱是安尼，可能是你顶回连做总统，这我相信吼，因为二二八内底其实迄种损失是，咱来看到讲即马的台湾，咱受到即马这些建设，这些所有的一切，这样，你都会去想说，这是我们要的价值吗？哦，这是我们台湾人要的价值吗？那可是，就一个人讲，咱就是安尼，但是我若是拄着朋友，我拢会甲伊讲，咱回到日本时代好吗？那回到咱这块土地的过去，咱的前辈，不要爸爸辈，爸爸辈就没有了嘛，因为爸爸辈是1945年以后受到国民党教育的哈。阿公辈的时候就跟我们不一样哦。可是咱这代一定唔知道阿公辈的历史啊哈，这是真可怕的一件代志啊。我感觉这个咱爱行的路够真长哈。那所以其实我伫个家，我想要来请教张教授，就是讲，咱来比较讲。中国国民党台湾人，啊，还有纳粹，他台犹太人，吼，
这都是不人道的两个国家的不同的故事，但是一个故事呢，是连后代的子孙可能都不是很在意，另外一个故事呢，全世界都知道，而且他们后来奋发图强，他们也拍成电影，他们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有辛德勒的名单可以让大家看。那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一样都被屠杀，但是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基因里面有隐藏什么样的因子，让我们要把它躲起来，我们不会向别人诉说，或是我们后代子孙当我们一知道之后，我们竟然也是无所谓。这个是我比较有点觉得好奇，跟我们应该未来的路我们应该怎么走，跟大家台湾的历史我们让它开阔。那其实知道不是为了要报复，知道是为了不要重蹈覆辙。可是我们现在生怕说，就像现在的八八水灾，一个村被灭掉，那不是那个村民的痛而已，那是全世界可能都很多人在为我们而痛，我们自己也痛。我觉得228它就是一个我们全部人的痛啊，它不是只有家属的痛而已，但是现在已经窄化到一个程度，就是说连家属们都会互相吵架，或是会互相意见不一样。这个是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你台湾人跟他就好人匪夷所思的呢，你到底是在想什么？你这个民众啊，是不是有奇怪的所在？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哈，来传承给下一代，或甚至我们这一代这样子？这前后问题哈，纳粹屠杀犹太人啊，国民党镇压这台湾人，228事件，这种是国家公权力哈，来屠杀民众，而且是啊，所以是点不相干的。但是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啊，起码足济全世界知了，这个德国德国的这个领袖啊，总理也好，拢爱去这个，就去一个纳粹的图书，犹太人的大屠杀图书诶博物馆啊。德国进入了表示歉意啊，肯定。啊，国民党进入到起码当李登辉总统啊，伫1995年啊，表示代表政府向二八受害者家属道歉。但是那是台湾人的总统嘛，另外李登辉是迄当时是白是伊也可能差点啊发生问题吼。伫国民党蒋介石、蒋经国伫个时拢无台湾道歉过，即马国民党也无道歉过吼，因此互人感觉讲足差的，差别足大啦。我当主要原因是安啦，因为犹太人吼，凡屠杀这代志。受美国、英国等足侪国家的一个支持，就是讲反对这德国这代志。所以伫美国犹太人，我发动足侪运动咯。所以美国政府伫美国这土地上，犹太人势力足大个。所以美国政府同爱关心这个犹太人。另外讲1945年了，犹太人是建国运动。复国运动啦，复国运动，后来变成一个以色列嘛，这国家成立。所以有一个国家了，当然伊能透过国家的力量来宣传讲，这个纳粹屠杀这犹太人的代志。这个建国运动内底，足侪犹太人伫世界各国拢当以色列，无当人伫美国，即卖美国上大的力量。就影响美国政府，所以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特别受犹太人的影响，所以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当然变成说受人重视，德国政府也无无这道歉，建立一个博物馆来比赛，但台湾不同啊，台湾人到即马无做一个国家吼。如果台湾人做一个国家，迄国家就属于台湾这个土地，我想是不是很不
二一八事件变成一个台湾独立建国内底足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是对二八解说无同，啊，二八可能这个国家可能把二八代志宣传到全世界听，啊，但是台湾人还无做一个真正国家出来。啊、所以在国民党长期来统治台湾之下，伊可能，伊毋是可能啦，一定袂重视台湾二八事件，重视二八事件对伊是无好个。啊，台湾民主化，但国民党政权到两千年才落台，到两千零八年才上台，你短短啊八年内底，民进党执政内底。